目前有12次的盗垒成功，排名第二，仅次于兄弟象队的王胜伟。这个球中间方向传出去了，一垒安打来一支。余德龙呢，在球数领先的情况之下，积极出手，从林英杰的手中敲出安打。一垒上是余德龙，打击的是林志平，目前是满球数。启动了这个球出棒，结果在一二垒中间穿出去形成安打。先起跑的余德龙现在绕过二垒，要轻松的上三垒。第一个球就出手了，结果这个球三游之间穿出去，安打一支，林志胜。今天在一局的下半呢，就帮助球队啊先取得。这个球三游之间又穿出去形成安打了，二垒上的跑者这边被挡在三垒。的投手的这个使用量也可能也比较多一点了，所以接着的中继后援投手也比较辛苦。这一个球啊，结果 fair ball 在界内要形成长打了，两名的跑者回来，一垒上的跑者上到三垒，中程右敲出了左外野方向带有两分打点的二垒安打。这个球结果打成了在游击方向，结果没有接到，弹出去了。二垒上的跑者现在绕过三垒啊，也要回来得分。这个球中间卡斗来不及了。